又一个，可惜没炸到，我前期两个筒子浪费掉了，搞得我现在不好压他，要顶三个小。 要了，他一没叫 ，W 没叫，看起来好像能杀，但我的血量也不多，我还没缺 W。我发 Q 一下加点燃不死。 好像 A 被动一发平 A 伤害加烈火的伤害肯定是可以杀的，这我有点求稳了。I Q， 把他线卡着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一个被动，他一摊他就死。 中找到了我大亏了，飞不出来。那你还想走？我马上也可以升级了，锻炼火机，哦，开大，拉开。What the fuck？ 我没大招，我怕一会他开大，我打不过他。我小心一点，他的 Q 就可以了。他怎么还七级了？走位。 你这能 A 的呀！我他妈 Q 筒子你人没了！我操，这个人！大海的人们背叛了我。交上，躲不了一就交上。他要换我，他要换我就跟他换。 刚好还给兄弟们打了个520，真是太贵了，太贵了！这把能翻，看我表演。这边什么牛马英雄，你想赢我？就是米拉有点烦，米拉 W 我 A 不了他。啊？ 他妈的！我信号也没给。哦，我自己从我自己家里面出门，我要看什么视角啊，大哥？我从我自己家出门，我要看什么视角？打他！ 被动，舒服，又拿两个人，他要开大冲我咋办呢？当心炸药桶，像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
九百万该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疯了咋办嘛？这不要他 W 加机先大招，我技能罩不住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完了！啊，这顶盾下我护力不够了。好像还行。小孩子，再给他救一下。那我晚点开就好了。被打了伤害，我操！我打发卡。小不赖 motherfucker， 950，我看有没有带下路偷带一波，但我感觉他们可能会去先锋。靠、哦、他急跑，这克里不是下来了吗？那我还不用大招炸这个尼拉。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他妈第一个桶子为什么不中？啊、他妈人马的！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走，别追，不能追。哎，好攻，秒他，技能。要是德拉留点技能杀他才可以。走。我现在就等级有点低。哦 ，nice， 能拿龙魂也是挺有机会的。谢谢小草送的守护之盾，谢谢。A 不了他，我炸完他，等一下辛德拉。这样应该可以搞，有搞头。要中单流进，他开完 W， 我的 Q 是对他没有效果的，后续统治其实是不太好跟，他有那么多位移。小心。感觉这波可以勾一下子。很有耐心吗？杀的！打不了。
经历了。他给把给我锁链了，我操！他知道护甲没什么用，他就直接出一个锁链。不能不能，没看到 AD 不可以啊！哎呀，他们走不走？我就怕这种情况，就是 AD 出来，我刚好闪现还差一点点。他们要大龙，我们去拿个小龙。大龙好像我们不太好过去打。言语毫无意义，四周才有分裂。大龙必输呀！我看到，我看到你了。没大龙必输。我要一路。看这个W， 我拿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AQ 他完全不掉血，就是打不过我。辛德拉不会玩针对，他会玩针对，其实尼拉没那么舒服。他这个装备是克我的，然后他又是护甲。